我们新加坡的观众请我献花，好，帮他准备一盆鲜花上来，哦，也不止一盆哦，观音殿也有一盆。Damn. Nice. Hey, 各位，我们跟我们的义翔哥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贵格回龙教会。义翔哥他是从新加坡来的，哎，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去挑衣服，挑衣服，对，冬天的衣服送到我们贵格回龙教会，教会我们送温暖过去。你会很常来台湾吗？一年都会来两次吧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。因为我频道也成立了一年，收到他的联系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意义蛮重大。那我们先把该做该买的东西都要买齐，先搞定。巧克力蛋糕，这个。好的。哎呦喂，哎哥，还有哎，哇，还有呢。等等，一盒就这六盒。一盒就六盒，那就这里给我十盒。一二，十盒，20盒，60个。口味，你帮我们配一下。OK， 好，综合对不对？杯子蛋糕，很好吃。要吗？要4个。那四个，我送你。我知道吧？那你算三个的钱。都过去有卖吃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是要拿去给小朋友的。嗯，这可以放几天？这个吗？常温都可以放3天，冰起来可以放一个。刚刚那个小蛋糕也是吗？对。好，不同口味。然后像它这个味道的话，会比较偏就是提拉米苏那种味道。了解。对，因为它里面的话，它是 whisky， 然后再加那个。咖啡，那你挑。这个啊，肉桂的。对，它全部都是肉桂。你选一个。它只是不同口味，因为有酒，对不对？它有酒。感谢感谢，你们人也太好了。不会。你刚才那句可以再帮我讲一次吗？这个不要吃。感谢你。你们这样不会亏钱哦？就是当天卖不完的话，隔一天会请那个团体来送。来了，来收，就是送出去。很棒，我们挑对间。真的，这个没有在骗人。他们也有做公益。没错，我们随便绕就挑对间。对，他是看我影片过来，然后他就是特地要来。对，就是一起做这种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蛮棒。你是店长吗？还是？未来的副店长。有，姐姐已经投票了，我也支持。为大家解锁到一间好店，很意外是他们也有在做公益。因为有些事情就是因为有时候突然遇到这种，你就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很莫名其妙。感谢我们的未来副店，副店哦，未来的副店哦，专心工作啦，不要偷听我们讲话。2000 years later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群盟国际哈，那先感谢我们小李玉员工哈，我们段主委的介绍，好，他们的库存也非常多，就可以找，因为我们义翔哥他。明天就要回新加坡了，所以说，今天我们是想说今天就可以拿到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去送。因为一般不会买给他，对。可是当你是送白色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这，因为我建议他白色的，因为我觉得你要送他，爸爸妈妈比较不会送他，对，因为他会觉得说白色容易脏，不好整理。那我们既然送他白色，他一定会觉得会去珍惜。对。那他这个是防风的，那如果天气冷的时候就加一件这个，那这里面也是白色。哦。那如果是粉红色的、桃红色，里面就是桃红色。OK。还是要送大家愿意穿，真的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个人都是这样觉得。是这样的，应该也蛮常在做这种事情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都在学校。可以重新讲一次吗？我说，如果像有这样的物资，你可以提供给我们，我们其实就可以提供给他们。就是比如说，我们如果有些公益慈善团体，我们都有在做这种区块，然后可以把一些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有立案的。好。那像这种比较没有立案，一般大家都不会去注意到。对。对，那我们。可以就是去服务这个群体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社团，我们这边了解，然后也像福伦社啊，他们都需要捐资。福伦社狮子会，对对对，其实你有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方面都可以
就是去做关怀。OK， 因为我那时候在找，因为你们没有提供的话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的都固定那几家啊，那几家的话，它其实已经过剩啊，对，就是像你讲的这个区块，我们是真的需要去，就是有些。好像蔬菜啊、水果啊，对，物质那一种。那像拜拜的米啊，因为有时候像那种告别式，他们会有很多，会很多。对，那个很好，因为其实它也没有关系啊，就是可以温饱，就是他们，对对对，它是真的是狮子的需要的。哎，这个方面的话，我们都可以交流。OK，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，感谢，不会不会，这是缘分，太棒了。也、yeah. 谢谢你，我们认识你，是因为他，是因为我们，哎、欸，翔哥，真的真的很感谢，感谢感谢，让大家有那个散播爱、啊，对对，要对、啊、把爱要把爱播出去，真的，感谢你从新加坡到这里，台湾真的不错，是个好地方，对啊。之后再常来一点啦、啊。如果有来常来玩，我们可以请你吃饭。下次没事，我请你都行。好，你跟你大家一起都可以啊，真的。对啊 ，OK OK。就像我儿子八六，他才对，屁眼呢。叫姐姐啊，姐姐，姐姐叫姐姐。你要叫我哥哥、欸。感谢我们美女老板娘的一个介绍。对他介绍的蛮详细的。哎，对，就是蛮细心的。对，很细心。他每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。嗯，还蛮棒的。我们今天两个遇到的都不错，这个是认识的，刚刚那一间真的是蛮意外，意外，对，还被人家送了三个面包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有礼物，对，我们也有礼物。2000 years later， 对，我先安置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搬东西。嗨，嗨，哇，妈妈，背包，为什么都是开开？你们轮流，不能吵架、啊。逸翔呢，他是新加坡啊，然后也是看到影片，然后来工作出差，他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他喜欢这个球，他有那个心啊。这主要是他，主要是他，对，主要是他。就外套，外套方面，衣服店，然后老板娘也有讲，就是他原本有一些他们福伦社或者是什么，是对，然后他们有时候要送这些物资，有一些他们物资已经饱和了、哦，所以就是到时候可能也会再对接一下。我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年轻人，哎，好有爱心。没有啦，没有，牧师是他们比较辛苦啦。我们是单点式，他是一个面。帮他们互助，没有没有，也需要你们大家的那个一起努力啊，作为后盾啊，一起支持啊。他的那个面包，对，面包跟一些小点心，是，然后他的主意，我这边是只负责把他载来。怎么了？他想要抢我的球球。那你要保护好啊，你要保护好你的球、啊。还有，我要看。哎。哎，我们先把物资搬一下。它是照那个尺寸啊，就是我就那个 Excel 的档案啊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保暖衣，保暖衣再送给小朋友啊。看镜头，看镜头，三来三 ，OK。爱心。好，我们去楼。我等下帮你画一个酷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画画哦，意思上来。翔哥托你的福，也是物资就对了。对，就是慢慢陆陆续续在整理。对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会有一些东西会分送给一些有需要的家庭。哦哦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也不错。如果东西有比较囤积比较够了，对，再去做。对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，是，这是才艺的部分。哎、欸，你在练什么？好。来，要不要打一段？要不要打一段？加油！谢谢。OK， 拜拜拜拜。哎、啊，你在这边干嘛？你要当我的那个导游是不是？走，带我去找牧师，快！你简单带一下就好，不要吵到他们学习。一个水塞的，叫哥哥，叫哥哥，哎，真是的，哎，怎么叫不听呢、欸？真是的。叫帅哥。帅哥。哎，不错，这。就是需要这种虚荣感，对，没有太好骗。对，哇，这个镜头直接讲爸妈好哎。啊，爸爸，那妈妈是谁？不好吧？哎、欸，不要乱叫。好 ，OK， 你们专心写功课哦。专心写功课。专心写功课。翔哥，他刚刚牧师有提到，就是我觉得蛮不错。嗯，就是牧师有说，就是他们在整理物资，然后如果说他们只要这一期的物资够，他们会把这些物资再去给需要的。
再去取。对，没有，就是去床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会按着那个这些物资哈，那我们会分配给需要的家庭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蛮很棒。就有这个再多一个传递。OK 好，各位，那我们这一次的新加坡跟台湾的爱心联谊就大功告成。那很感谢我们那个翔哥啦，就是远从新加坡来，那也感谢我们牧师，感谢牧师，就是至少有一个点让我们伙伴传播出去。对，大家要对牧师好一点，我听到。要听话一点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这次影片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喜欢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我会把我们这边贵荣回荣教会的资讯放在底下。然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，或者是你也想要做出一点贡献，好，都可以。对，你就可以跟他们联系，跟庄牧师联系。然后，翔哥的 IG 你也把它追踪起来。那大概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Yeah.